起身。无啦啦抽起身，揽鱼啫。我有理由为你抢危险药物。有理由？你睇我唔顺眼就真。嗱，而家我执行紧职务啊，唔该你合作啲。你一句执行职务做乜都得噶啦。警察唔系有个执行职务嘅守则嘅咩？有系有，但系佢争拗嗰阵，我啲小市民够佢哋讲咩？系啊，咁边个保障我哋嘅权益啊？罗志龙，香港有完善嘅投诉警察机制噶嘛？系咩？负责调查投诉警务人员个案嘅投诉警察课系警队嘅一部分嚟噶、哦。咁佢哋自己人查自己人，咁会唔会偏袒噶？唔知啦。香港嘅投诉警察机制里面啊，除咗投诉警察科系负责调查投诉嘅个案之外啊，仲有一个完全独立于警队嘅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。警监会嘅职责咧系监察投诉警察科嘅调查工作，确保所有嘅投诉警察个案都会得到公平同埋公正嘅处理。咦？你好似好熟悉香港嘅投诉警察机制咁，可唔可以讲多啲俾大家听啊？系啊系啊系啊！你哋而家可以睇下以下介绍警监会嘅短片先。市民如果想对任何警队成员作出投诉，可以以书面、传真、打电话。喂，唔该，同我查下投诉警察科嘅电话。请你记低手机号码。透过警察网页。或者亲身去香港警务处辖下嘅投诉警察课，或任何一间警署投诉。唔该，起身，嚟望望望住个镜头，唔该。不论来源，所有对警方嘅投诉都会交由投诉警察课调查。投诉警察课完成调查之后，会根据调查结果，将投诉分类同埋已备调查报告。啲相你同我拉 IB 度冲咗去。OK。然后将调查报告连同所有调查档案同埋其他有关文件，包括供词同埋录影带，一并交由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审阅。投诉警方独立监察委员会，简称警监会，喺1986年成立，系完全独立于香港警务处嘅组织。警监会嘅主要职能。是监察同埋复检投诉警察课就市民投诉警察个案进行的调查工作。以下是警监会的职权范围，包括监察警方处理市民投诉的方法，并于适当时加以复检，不时检讨导致市民投诉警务人员的行为类别的统计数字。找出引起投诉或可能引起投诉的不恰当警察程序，以及在适当时向警务处处长或在有需要时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。警监会的成员包括由行政长官委任的一名主席、三名副主席同埋14名其他成员，申诉专员或者佢嘅代表，亦系警监会嘅当然委员。警监会嘅成员包括医生、律师、会计师、大学教授、企业主管等专业人士，佢哋可以运用专业知识去审核。同埋复检投诉警察嘅个案。此外，警监会亦设有一个专职秘书处同埋一名法律顾问，协助警监会委员履行职务。警监会唔会直接调查投诉警方嘅个案，因为调查投诉并唔属于佢哋嘅职权范围。喺审核投诉警察科提交嘅调查报告同埋其他有关文件嘅时候。警监会可以要求投诉警察课澄清任何疑点，如果对调查结果不满，警监会
可以要求投诉警察科重新调查投诉，或建议该科将调查结果重新分类。在适当情况下，警监会亦会促请投诉警察科注意警方的现行政策、工作程序同埋惯常做法的不足之处，并建议补救措施。涉及政策或者其他需要进一步处理的复杂个案，会提交警监会和投诉警察科的联席会议讨论。联席会议由警监会主席主持，通常每两个月举行一次。警监会在完全确定投诉警察科的调查公正无误之后，才会通过投诉警察科的调查结果。警监会通过报告后，投诉警察科会通知投诉人和被投诉人调查结果，并会采取适当的跟进行动或者改善措施。是投诉警察科寄给你的，看看先啊。无礼粗言秽语未能证实且滥用职权证明属实，咦，咁都几好喎。为了更有效履行职务，警监会就不同范畴设立专责委员会，包括严重投诉个案委员会同埋宣传及意见调查委员会等。严重投诉个案委员会的职责是监察性质严重的投诉警察个案，这些投诉个案通常是涉及有人死亡或者受重伤的可疑个案，又或者是涉及公众利益而严重投诉个案委员会认为性质严重的个案。而宣传及意见调查委员会就负责策划和举办各项宣传活动，等公众认识到警监会的工作和香港投诉警察制度的运作概况。为了加强警监会的监察功能，警监会亦实行了会见证人计划和观察员计划。透过会见证人计划，警监会可以会见投诉人或者其他证人澄清疑点，每次会见都是以小组形式进行，小组由两名警监会委员组成。每次会见结束之后，小组会将报告提交警监会全体委员审议，警监会会就小组提出的建议和投诉警察课跟进。而在观察员计划底下，警监会委员以及由保安局局长委任的非委员观察员，当中包括前警监会委员和其他社会人士，可以透过预先安排或者突击到访投诉警察课，视察调查投诉的情况。观察员完成观察之后，需要向警监会提交报告。警监会的抱负是使到香港的投诉警察制度公平、有效率和具透明度。未来警监会会继续本着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警民权益同样重视、监察投诉独立公平的精神，竭力监察投诉警察课的调查工作，以确保每一个投诉警察个案都得到公正、迅速、仔细和不偏不倚的调查。